躲避飞盘记一到二级。我们分组完毕后就开始了我疯狂的担任神救援的职位，还有一位胡先生说我没在怕的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打脸啪啪啪。这次我担任神躲避的工作，飞盘从我上面飞过，从我向下穿透，被我旋转抛接，我们这组赢了。 Yeah.